琪琪，其实不是我们亲生的孩子。当时我就在旁边，你为什么不叫？现在你给喊一声，救命啊！他们都不会死。为了让你们重新接纳他，他不惜变成齐梦，或者是齐月的样子。受到最大伤害的应该是齐琪吧？齐琪也好，齐梦也好，你永远都是。 아버지, 니는 기간이 다 됐다. 널만큼 놀았으니. 玫瑰，你不要再跑了，就算到天涯海角，我都会找到你。 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唯一的存在，就像这些木枝一样，它们各自都有各自的颜色和形状，每个都不一样，所以这个世界才会丰富多彩。出色的整形手术会在客户原本容貌的基础上做出改变，从而避免大众脸的出现，然而这就是理想状态。而我们这个社会呢，现在对整容的本身已经越来越宽容了。 但是要展开什么样？要求却越来越苛刻，比如像这样尖下巴、杏仁眼，这就是……我可没长。我没有说你了。嗯，这就是对美的标准吗？那个性美，荡然无存。多数人都没有勇气去挑战这种流行审美标准，所以大众脸就成了我们客户群主流诉求。其中有一些人是为了模仿模特或者明星。 而有一些人就是为了打安全牌，有的人呢又在刻意的掩饰自己最真实的一面，就像我们后面的大海一样，表面看得风平浪静，其实下面暗流涌动，都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。你有什么秘密吗？你有秘密吗？问你呢。 君鹤，你怎么样了？
一直联系不上你，我们都好担心你，你知道吗？俊慧都瘦了，怎么瘦的都皮包骨头了，是不是没有好好吃饭啊？你到底去哪儿了？这几天急死我了。俊慧，你是从家里逃出来的吗？家里？什么情况啊？你没告诉林医生啊？我忘了。 到底发生什么事？你们说啊！这样的，俊赫和琪琪去了美国，后来他又带他回长英岛去见刘医生介绍的精神科医生，后来俊赫他爸去了，就把他带回去了。刘贝琪，发生这么大的事情，你怎么不告诉我？我真的忘了。那你怎么还记得每天要吃饭啊？我很担心俊赫，你知不知道？姐。 没事，你别担心，我很好。你好什么好啊？你看看你现在什么情况，黑眼圈都快掉地下了，一看就没好好休息。都怪你瞒着我。他当时只是让我给他找精神医生，没有让我告诉你，我干嘛要告诉你啊？就算是他不让你说，你也应该自己告诉我。喂，大姐，我们这是医院。 那你也应该跟我说一声啊！不是你冲我嚷嚷什么呀？本来就是你的错，你还不承认啊？那你看你又这样，你还是跟几年前没变。我跟你说，人家都说好男不跟女斗，我跟你说，我不愿意给你一般建议，你别总跟我这样。你不告诉我，居然还不告诉我？你别跟我这样。你们看看俊赫，我觉得俊赫要马上输营养液。俊赫。 医生，你放心吧，俊赫他只是长时间的睡眠不足，加上有一点营养不良，好好休息休息，补补就好了。谢谢你，刘贝琪，你以为你自己是个秘密宝库吗？嘘，俊赫要休息，休息你个大头鬼！要休息啊，好好休息。你好，你们谁是吴纯？ 我是，有什么事吗？您涉嫌贩卖客户隐私，现在请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。我，警察先生，您搞错了吧？贩卖隐私？谁的隐私？欧曼曼，且被害人已经身亡，请跟我们走吧。没有，刘贝琪。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欧曼曼，她真的死了。前天上午，著名女演员欧曼曼在拍摄一场枪击戏份时，在片场死亡。巧合的是，该场拍摄戏份正是欧曼曼所主演的女演员被枪杀，枪杀戏码假戏成真，这也引起了外界的一片哗然。随后，警方从欧曼曼剧组找到了她的自杀信。 我说，这位女同学，我真的很怀疑你的审美啊！现在，怀疑无效，我的脸我做主。就告诉我，什么时候能手术？手术明天就可以帮你约，但是你可想好了？这样的话，很有可能会影响到你今后的发展。让我整形吧，这些都不重要。曼曼，你要的不是整形。
你完全是要变一个人去生活，到底为什么？你那么喜欢表演，又可以通读莎士比亚，而且还很喜欢美国式的表演方式，英语水平又进步那么快，你所做的这一切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贝奇哥，只有这一次，你不要问我为什么，好不好？ 你真好，谢谢你，贝奇哥。别哭，不会哭啊！我都答应给你做手术了。你是欧曼曼前男友，曾经有过交往。 不过确切的说，我们更像是兄妹，乱伦。请您注意您的言辞，我们的交往很单纯，只是彼此照顾。好好说话啊，尤其是跟警察。吴成的案子现在进展到怎么样了？哼，你认为我有向你汇报的义务？那你觉得你不告诉我，我会善罢甘休吗？哎，臭小子，尤贝奇。 小学你就年年抢走我的散伙学生，中学你又年年挤掉我的第一，我忍你好久了啊！要不是曼曼去世的事儿，我这辈子见着你，我眼皮儿都不带抬一下了。当年要不是你，我肯定追到曼曼。我说王大锤，我怎么走到哪儿都有你啊！我要换警官。 嘿，你别跟我撒泼啊！你给我站住！这儿没有别的警官，只有我一个人。坐下。曼曼出事儿了，我当然是第一个跟领导来申请调查的，所以现在我是曼曼案件的主办警官，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的。 看看这些照片吧，你我一定也都觉得很熟悉，毕竟也只有我们见过他当年的样子。这些照片怎么被媒体刊登出来了？这些只有我有啊。给媒体照片的人说是主刀医生的副手卖的，而我们查过，你的副手就是吴春。哎，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啊，你既然帮他做了整形，为什么连他死的事儿你都不知道？7年前我给曼曼做完整容之后，他又从我的生活中彻底消失了。 哦，你这么说，我也觉得，他明明跟我们一个胡同长大，可是成名之后，就怎么也联系不上。等等，媒体说有遗书，上面说了什么？嗨，都是些厌世啊、精神压力大之类的话。不过也证明了是他自己潜入盗具室换掉的子弹，然后顺应剧情而死。他觉得这样大家都能记住他。 拿我来看看。前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，我在虚拟世界以及现实世界中，每天都遭受着来自各方面的攻击，许多污秽不堪的词向我涌来，我被深深的困在各种流言蜚语、污蔑诽谤中，爬也爬不起来。 我再也受不了了，也许是时候跟这个世界说再见了。只有再见，才能平息一切。我错爱的人才会得到平静。请你们从我离开那一刻起，把我忘记。 这封遗书啊，现在还没对外公布呢。对，现在不能对外公布。嗯。哎，谁给你的？这个现在还不能看。我不相信曼曼会自杀。可是所有证据都指向自杀。什么证据？
有目击者看见曼曼进入了道具室。那他只是进入到道具室，怎么又能证明他亲手换掉子弹呢？枪里剩下的子弹上面确实有曼曼的指纹。我们发现他的遗书之后，走访了他的邻居，得知他有一段时间精神状况很不稳定，试图要买下所有刊登他绯闻的杂志。那你就不觉得这一切都太巧合和顺畅了？是过于巧合，也很顺畅，就像你现在坐在我的位置上一样。麻烦你给我坐回去。刘佩奇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不是少数啊，这是案件。也许对别人来说不可能，可他是曼曼，一个视表演艺术为生命的演员。按照这样的逻辑去自杀，所有的线索都水到渠成。他是在躲避整容前的生活，可是这又能说明什么呢？不光有整形的事儿，还有什么？算了，告诉你吧。还有他被一个企业家常年包养的性丑闻也爆出来。王大锤，你嘴巴放干净点啊！曼曼被包养不可能。娱乐圈是个大染缸，也许他改变的不只是容貌，还有他的内心。那这个人是谁呢？渝中集团董事长渝中勤。谁？渝中勤。你好，我是欧曼曼案件的主办警官，我叫王大锤。既然这个项目给你了，你就做决定去了。我跟警察没有什么交道，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把我强行的请到这儿来。啊，说吧，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？是捐款呢，还是赞助啊？是这样，相信欧曼曼自杀事件您也有所耳闻吧？我们了解到您跟欧曼曼的私人关系比较密切，所以想请您过来配合一下我们调查。媒体嘛，总是喜欢捕风捉影，要不然他们就没饭吃了。那媒体拍到你们在一起的照片是怎么回事？公开场合，很多人都要跟我合影的。你也知道，我的企业嘛做得很大，那么演艺圈的人很多人都想认识我。所以，您否认与欧曼曼存在包养关系？是的，恐怕不是如您所说的都是公开场合吧。我们这儿有一份你和欧曼曼的私下信息。警官先生，如果你所说的私下信息对案件有帮助的话，你可以询问我，如果没有帮助的话，就请你找我的律师。再说了，据我所知，你们已经找到了他的遗书，不是吗？所以用不着问我。对不起，我公务很忙，再见。哎，我马上就来。好的。给。谢谢。不要难过了。你是以我前妻的身份啊，还是以朋友的身份来安排我？好了，俗话说逝者已矣，生者如斯，这句话不用我解释给你听吧。吴纯怎么样了？欧曼曼整形之前的照片，真的是从他那儿流出来的吗？当然不是。但是现在照片的指向是我。那个在外面散播照片的人自称是主刀医生的副手。你的副手为什么一定是吴纯？什么意思？你以前的助理不是还有上次那个把王本星招来的扫把星胖子吗？
刘北齐，你要去哪儿？齐哥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是不是把我客户资料给卖了？欧曼们的，自己看。怎么不说话啊？我承认，胖子，我承认我当时是从你电脑里边拷了一些资料做宣传。有人说，这些资料是从欧曼曼主刀医生的副手那儿买来的，然后又卖给媒体。老实跟我讲，这些照片你到底卖给谁了？我当然没有卖了，我拷资料只是做宣传用，我怎么可能卖了？那你没卖过这些照片，从哪儿来的？我怎么知道从哪儿来的？齐哥，就算我再贪财，我也不是心术不正的人吧？那你现在给我仔细想想，这些照片你之前有谁看过，又或者谁拷贝过？尤其是欧曼曼呢？是不排除有客户要求看过。资料呢？资料现在在哪儿？资料呢？谁啊？我怎么说你才好？你知道不知道这件事情连累了吴纯，他现在还在派出所关着呢。我想起来了，三个月前来过一个特别奇怪的男的。特别奇怪的男的？齐先生，这些都是我亲自设计研究的案例，可还入得了您的法眼呢？我们要打造大东亚地区整形联盟，在中国寻找的必须是全方位优异的合作伙伴。这些资料实在是没有什么技术含量，很抱歉，我们还是要再考虑一下。等一下，这个是千载难逢的机会，齐哥压箱底的设计方案都拿出来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难道他喜欢那种烂大街的锥子脸？算了，赌一把。坐。可能崔先生你比较喜欢现在正在流行的风格，那你不妨再看看这几幅。这几幅，这些我轻易不会给别人看，怕被抄袭之类的。但是我非常的相信崔先生。看一下这一套设计方案啊，这一套设计方案呢，就是现在最流行的甜美风格。这几个案例花了我非常非常多的时间啊。哎呀，你看这个就厉害了，啊，明星嘛，你看我轻易真的是不给别人看啊。你也知道做我们这行保密工作是非常重要的，你看看就好，不要给外面说啊。哎，崔先生，觉得怎么样？我们还是要再考虑一下。我当时还想，哎，这男的是不是哪个王八蛋叫过来耍我的？现在想想，绝对是他，绝对是他把欧曼曼的资料给偷走了，就是他。胖子，你别跟我说话，知道吗？我发誓，阿奇。
贝奇哥。嗯。贝奇哥。嗯。哥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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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哥。妈妈。妈妈，你怎么这样看着我？突然间。你还会不好意思啊？你是不是怕我非礼你啊？啊？不是。你不是要马上当艺人了吗？你要注意形象。那我靠着我哥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不怎么。你看啊，你不能这样天天黏着我吧？你还是要长大了嫁人、结婚、生子吧？我为什么要嫁人啊？你就是我的家人，我凭什么要嫁给别人啊？我结什么婚、生什么子啊？我是你的家人。我哎，贝奇哥，嗯，我有个提议。啊。要不我们交往吧。想什么呢？小丫头骗人，脑子里想什么呢？你知道什么交往吗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我当然知道啊。哎，你看，交往就是你每天给我做早饭，喂我吃，送我上班，然后再陪我吃中饭，陪我喝下午茶，然后接我下班，然后陪我逛街，陪我看电影，然后陪我到各种我想去的地方玩，多好呀。我知道了。嗯，你找的是一个保姆。对不对？不是，不是保姆，就是你。哎呦，我跟你说不通了，我觉得我盖个章吧。不是，慢慢慢慢。哎呀，盖个章你就是我的了。不是不是，就是宣布主权所有。盖个章，盖个章。哎呀，你是我的了，慢慢。你以后看到这个章，你就会想到我。这张不好。嗯，哎，你怎么拍的？我这么丑啊，看起来就像恨我一样。这张呢？嗯，我这张都闭眼了，翻白眼了。贝奇哥，只有这一次，你不要问我为什么，好不好？曼曼，你这个傻姑娘，你真的离开了吗？推论，曼曼不是自杀，而是每封邮件的排版都不同，但是都有一段空白处。只要你保守秘密，你杀欧曼曼的事情就不会有人知道。我们现在也在一起啊，我是说以另一种方式。如果美国那段时间可以重新来过的话，你还会再做那样的事情吗？